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彩幽灵，这一期给大家带来子龙的技能招数演示。我们就是看一下轻段的连击攻击效果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上段轻攻击的连击效果，下段轻攻击的连击效果，然后是重攻击的连击效果。再来我们看一下轻段轻攻击的蓄力效果，然后轻攻击的上段蓄力效果，这是下段的蓄力攻击效果。然后我们看一下重攻击的蓄力攻击，跳跃重攻击，跳跃轻攻击的连段。现在我们看一下投机，马上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子龙帅气的技能，一技能庐山升龙霸。一技能庐山升龙霸是可以蓄力的。二技能龙飞翔，再来看三技能圣剑，三技能也是可以蓄力的。最后咱们来欣赏一下子龙的觉醒形态和他的必杀技。打开觉醒状态，好，穿上了铜虎的天平座圣衣，然后我们来欣赏一下他的必杀技。庐山百龙霸。好的，咱们这一期的人物技能招数演示也到这边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会。